大家好，这肉风洞来了一窝蜂啊，我们现在来把它收掉，趁今天天气比较凉快啊。其实我很讨厌收洞里面的蜂啊，太麻烦了，没有肉风筒的那么好收。来，这一窝在这里啊。好，我们现在点点艾条丢进去吧，然后先把蜜蜂赶出来，然后我们再来割皮。好，我们把这烟伸进去，把蜜蜂驱出来，然后我们再来收啊。好，我们把烟丢进去啊，这个蜜蜂还不怎么爱出来啊，我们等一下吧，等它们出来吧，它们还没有出来啊。头啊，有点难头啊。不够，火还不够大。好小一点，不要太大了。有没冒烟出来里面？冒没冒出来我不知道，不过风出来的挺多的。来，相机拿过来。啊，蜜蜂都在天上飞啊。哎呀，好大的风啊，我们先这样子吊着吧，那里吊个收风笼啊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吧，丢烟进去了啊，等一下再来割皮，我现在先不割皮，我先丢烟进去把它们赶出来先。现在满天飞舞的蜜蜂啊，今天风太大了，适合收风。你看，哇，这个风，现在风太大了，不太适合收风。吹气吹对，如果硬塞这边嘛，吹灯啊。那就吹气吹来嘛。自己有两包，你搞就对了。能忍住有两包，先咯。那现在蜜蜂开始进去结团了哈，进去的不是很多，我要把里面的皮给它抽掉。好大的蜂啊！我拍到了尾巴。快走吧，冇波咯，都等波壳就饮咩汤？我操，收得到。嗯，蜜蜂满天飞啊，满脸的粘啊。捏在它。我操！下雨啊，雨停了，我想着趁着凉快来把它收了。太深了，这个洞主要是摸不掉。我操！哦，我的相机厉害些。姑娘都皮肤都青了。哇！我刚才弄上去，撑得不拉，撑到那。那姑娘刚才弄怕红眼，叫啥子？讲普通话啊！哎，一块啊！哎，这些皮都没用的，拿回去熬肉风水。神奇又风水啊。嗯，吹干了。里面好像还有一两块皮而已，不多。人类的智慧。OK， 啊操，又被蛰啊。这是在干嘛？这是在掏肉风洞，懂吗？这是在闹着玩呗。一点蜜都没有啊，干巴巴的。里面还有没有皮？我看一下啊，还有一两块小小块的。
哎呀，没有蜜，一点蜜都没有，连幼虫都没有。你那鞋小心啊！哎呀，看看这里面还有没有啊？手机照一下。这次我们看一下地上啊，或者是树上哪一些地方啊，有可能会有蜂王结团的。它这种钩法的话，那个蜂王它有的时候会掉在地上，然后会有一根根根部的。手机呢？照一下。啊呀。这风有点太大了。好，现在皮取完了。哎呀，我下来看一下啊，它全部结团在这后面这里。我看一下这里是不是王，是不是跑到这里来了？这草丛这里有一小坨。嗯，哎，蜂王在这里，果然是啊，我没说错啊。嗯，蜂王摔在这里啊。怕我们这么玩，蜂王被玩坏啊。对，蜂王摔在这里，看见没有？没有球王龙啊。蜂王在那片叶子里。啊，在这里啊，蜂王在这里啊。放心，收蜂龙。来，我们把它放进去了啊。哎呀，这个好玩，来相机拿着。嗯，啊，蜂王。嗯。要帮我拼了。现在王已经慢慢爬出来了，爬上去了。哎呀，这下就好收蜂了。啊，王已经被我搞进去了。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些蜜蜂都赶飞起来，赶飞起来，它们全部会往收蜂笼里面去。哎，不带了，带个毛。哦，打。这边的也敢飞，敢飞他们就进去收蜂笼结团了，就不会在这个边上这里结团的。你不敢飞，他们慢慢就全部跑到这边上这里来结的。现在已经大部分都开始往里面进了啊。对，我定了。这个蜂王还行吧，新王来的耶耶，这一只新王来的。可以可以，这一只王不错啊，在这里啊。